德鲁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来了，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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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i, udasio, udas,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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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 udas pipi, pipi, udasi,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对，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Oh,
Thank you.
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资料要学啦，都还没开始上课。对啊，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哦，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然后母语就是比较晚才进来。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群。哦。所以我们昨天有700-800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嗯。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他可能我们几率，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道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耆老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古生啊，白羊几嘞？来一打呀。古生啊。培养几个来大人，伊妈培养几个，伊叔叔外培养几个，父母来，伊叔阿叔爷培养几个，老黑本阿婶怎么落寞？我要换，朋友怎么弄？是个烂古人。我那啥意思？我那啥意思？花束花纹，我那啥用么？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光之沟那大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柳故事不能安啊，一大碗阿米嘎阿皮和伯鲁，只有马古娃都告诉娃娃他皮是如何，你爱你妈妈是是玫瑰都得留留你他不马古娃老家咋来黑老路来看这边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国语名字叫白宇浩。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宇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奥村。哪个国小？奥国小。几岁几年级？8岁3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好，谢谢哈。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海贝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问你敢不敢？在这个夜里，你爱我，
是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Okay.
可以笑吧。B80 吗？我 B80 不一样的。随便，对。多一点对，把它吹完。很强嘞！什么 B80 啊？六五。还有没有？什么？然后话说下去，什么表演 B80？ 我还没出现呢。新一代 B80。全活动。你要不要听那个我主打曲？那个《顽皮豹》。来。你不能笑。哎，有人给他鼓掌一下，声音好像。五大师，Yeah.
他比较会讲。你现在几岁？我28岁。哦，那你是蛮会讲的。对啊，那个要问他。我28岁怎么讲？阿古查比鲁沙博西盖说阿我。哦，那如果说那个他长得很帅，怎么讲？沙哈莱迪马祖。沙哈莱迪马祖。很漂亮，怎么讲？布茨莱迪马祖。女生很活泼，讲38哈。大海巴高巴多玛多玛巴海。那个跳舞怎么讲？兹米尔。那如果转圈圈呢？迪拜有。不是扭屁股怎么讲？扭腰。扭屁股。对，扭屁股。Jump。那好像没有很少这种。有就抖嘿抖胸怎么讲？你哦。等一下，白了等等啊！无力啊！阿妈，有没有老人家可以求救？没有在抖胸。那我问一句成语哦，你要不要坐进来一点？因为那个反差比较大，阳光会照到。我这样比较好看，我需要阳光。那个鸡飞狗跳，你帮我照四个字照顺序念。小鸟那个飞。乌有那呀，瓦杜。小狗跳，很壮怎么讲？你超超啊！那有没有那个肌肉这个字 muscle？ 嗯，马不长一丈米啊，马不长一丈米。那如果说舌吻跟垃圾可以怎么形容？是马五加，舌头怎么讲？马五多是马。女性用品卫生棉那个怎么形容？那广告很多这个产品哈，早点，那要怎么讲？我如果要用台湾话，我要去买那个产品，我要用台湾话讲那个怎么讲？问那个大，你帮我问他，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形容啊，这个很夸张的。有啊，我上次啊，就差不多，就是就差不多。卢九是男生哦，对，那女生那怎么讲？卢几？哦，那个。好事了，阿是差不多是回来到卢九，你干嘛我们叫卢几？嗯，好。很快，真的没事。不会，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介绍一下。我叫林思健。问台湾族名吗？啊，叫思健哦，我28岁。28岁，总。稻香大鸟村。大鸟村台湾族话怎么念？巴扎法，对这个，巴扎法。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三音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
看什么看？台语叫跨山小、啊嗯。对。那个要怎么讲？打印的是吗？酒馆嘛，米大几包沙印。可以吗？看米大就是看嘛，酒馆就是山嘛，几包就是小。对。不好意思，怎么讲？沙肉也可以。对，沙肉。那个鸡仙，台语鸡仙就是很做作，怎么讲？做作，很做作，很假的。杂告假，妈妈应该都知道了。杂告太嚣张了，不行了。就跳蛋照字面翻怎么讲？跳蛋哦，比赛法技能弱。跳怎么讲？跳跳那个比赛呀，对比赛那没错。比赛法技，法技呢？蛋啊！成年人可以问，我就是哎，你刚刚讲那个男生自卫打手枪怎么讲？哦、oh, ，对啊，你个爸爸就是，对啊，月经要怎么讲？月经哦，拉木，我到拉木啊。那广告上那个好自在卫生棉，卫生棉要怎么讲？好自在哦，不是不是卫生棉要怎么讲？我们这有洗面。不拉手慢，好用。那那个小朋友的尿布要怎么讲？也是有洗面啊。舌吻怎么讲？垃圾。垃圾哦，技术。那是日本话。欧贝弯啦。啊，我没玩到是什么？要走了吧？要去了，要去啊！要去了，要去了吗？那我爱你呢？哦，那我爱你最会的。守夜米数。对。啊，我爱你怎么样？守夜米数。神经病，那个要怎么形容？雷棍怒。雷棍。嗯。雅加顿怒是头脑不好，雷棍是不好。雷棍又不一样哦。雷棍来。那你怎么那么笨？怎么讲？木匠。木匠。鸡飞狗跳。哇，鸡飞狗跳，鸡怎么讲？鸡嘛，大啊，飞，飞是哪嘎？对啊，狗，吼印啊，跳，跳是那个拿乱，那个抖爆啊，对，抖爆，抖爆，不是骂那个贱货，假如用贱货要怎么去形容？那个拿乱，那个那个什么手干，手干是臭是味道。不是不是不是那个那个不是马子的撒尿啦，最不好听。撒尿是不好听。撒尿是什么意思？撒尿就是那个最不好的。很快的意思。好，来讲了，拍我呀，该比比呀，这个手干手干。香肠怎么讲？嗯，香肠。香肠啊。没有，人家喜欢。香怎么讲？香，很香怎么讲？手干的。那那个猪大肠怎么讲？哦 ，wish， wish， wish， 你们那个很痛怎么讲？阿盖，阿盖哇！那如果像那个成人影片里面哈，他日本那个一堆一堆，那太花怎么讲？阿盖阿盖阿盖，辣辣辣的，辣不辣是什么？好痛好痛好痛好，不辣啊！这看我讲。那如果说那个，像那个有泡面叫真爽嘛，很爽那个很爽的泰话怎么讲？辣，不是，拉长一点，辣辣，是很痛，是很辣。你要加重话就加辣，不是，你们不辣是很好的意思，这样子，不是吗？是这样叫我们。家务那就不是外国人了，不要了，这样这样，我叔叔看到我会傻的。把光亮门的水漏掉的森林，给那亚麻的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午夜。Thank you.
妈妈。